明星挑战赛，今天快点快点快点！今天在这个八点之前还可以投票，预测投票即可获得这个绝地求生的礼包，需要预测者就会拿10000块啊。只是我们这边的票数好像怎么样？看一下，24.45%。另外三组，这个实况组跟这个职业选手 PK 啊，当然是要投我一票啊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就进入到的是我们的明星挑战赛了。这个总共会打两场，那我们这次明星挑战赛分成是卡拉金。还有是海岛的模式，然后我们这一次就是已经准备就绪，要来出发，拿到冠军可以拿到10000块，亚军5000，季军3000，以及殿军2000，怎么样？我觉得都是直指冠军宝座，大家自己看下去。有声音吗，兄弟？有声音吗？喂，我的手指头不听话。那、你不是说找两个顶级打手吗？搓搓搓搓搓，我一把枪都没有，有点惨。有一队，我靠，冬天快抢车，我去，是很好能讲话吗？可以可以，哦，声音很好听哦。有车了，台车来了，妈的，追杀他！撞他！看他妈，你不要走！操，撞他撞他！不要跑！看他妈的，注意啦！我在干嘛？听到吗？干，我他妈在观测西面啊！聊天室，觉得我今天能杀三个人，应该是我的极限了。你不怕？我很怕。走走走，我不要掉车！哎呦，我好狠！根据我当年 PUBG 的经验，拿这台车往中间撞就对了。完了！我死了！我死了！我靠！你假的？怎么我在躺分？受不 了！我骂脏话，不好意思，我张嘴，张嘴。那个 AG 的小圈是怎样？是鬼吗？小陈，嗯，他不是，他怎么一直在杀？我一个打四个小陈，背后三枪出来了，我们这有的。哦，我一车，我操！牛奶车，牛奶车，看阿森那边，阿森你可以退来我这里。奇怪，为什么他停不到？没关系，我们别乱，就过来包抄哎。哇靠嘞！哇靠，这鬼抓人呐、我的乖乖！怎样，小龟？怎样啦？你第几名？是不是输我？你第几名？你先讲。我第五名啊！啊？我第六，完蛋！啊？你第五名？你刚才是桥下那一组啊？没有，我是说我是从后面数过来第五名啊。我白痴嘞！你怎么我有带 Winter 还第五还倒数第五名啊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刚刚在房子里面被四个人直接冲进来，他们知道我人在哪、他四个人直接冲进来把我两个车飞。我们还有一局啊，各位别放弃，我们还有机会。哎，不爽都来单挑啊！这个左边这个陈单挑 B A S H A R A 单挑啊，不来的没走。我跟你们讲哦，这个就是打架图了。我现在认真了，我现在认真了。然后结果我自己没有要去，我们不要去，我们不要去，我们去个什么 H 城什么都好，去一些野外耍可爱就好。刚刚那只疯狗还在吗？我们要拿那个 C4 的话，可以把它拿起来。这张图全部的好东西都是要用 C4 去把那个洞给炸开。有一个那个，我、有一组哦，他们是一战队哦。有，这是落地架，蛮麻烦的。他们都围绕在。我标点这一块标的绿标绿标没人吧？没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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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烧过，都这边吧。我两个大补哦 ，KO 那件好飞，慢慢来哦。你们死了我没办法，我打不了哦，我很烂哦。活着就有希望啊！锁烂他。别脚步声。哎，靠背里面你两个，慢慢打。要吗？外面，右边。停！我接下来了，进房子，先进房子，这边有一个。我救！一四六，你架枪。这个吉亚真的蛮可爱的，还在这边转。去！山上一个。先救！进去！又有人退过来，先打！
阿森可以救吗？可以。当上有那个。谁他妈在赌赌赌赌啊？有鬼啊！对面那个很猛哎、欸，完了。我觉得我要踩去山上哎、欸，有这必要吗？我觉得有必要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现在。救他！别爬，别爬！可以救，可以救，可以救了，可以救，不用爬，可以救。救到吧，救到吧。可以救到。这个完了，完了，我被另外一边打。这个图非常非常的小，山上要先扛压，还会被网去。四面楚歌哎、欸！我用 C4 丢一下，等一下哦。这股里面有物资。这边很多东西，要拿什么先拿？巨婴消音管有没有？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开枪！对对对对，不要开枪！对，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水啦！火拳，火拳，狗分秘诀啊！不开枪啊，救不了。你们只能架着他往后爬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永远都不要动。没错。对不起，我要卖你了。没关系。哇，他跳下来杀我哎！他怎么那么快？可能他对这个图很熟悉吧？哎。这你朋友吧？原点还有一个，火旋原点好像有一个，没有，是不是那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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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那是包，我操，完了，哇，你是老板，可以，他也可以，这是你朋友吗？啊，好遗憾，这一次虽然没有拿到鸡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依然很开心。我们这边应该有办法拿个一或二，至少不会垫底啦，我想。舒服了，舒服了。那么记得扫描 QR code 跟点击聊天室的连结，谢谢大家，大家晚安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白痴哦，雷丸很不该，还不赶快闪人啊。